只有 B 医生欸，没有。正常吗？看，开始了，13年。怎么只有 B？ 是啊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开庭的。是啊。他不会自动关机哦。我把那个自动关机关了。那我需要把他的电故意拔下来充吗？不用啊，他一直在充啊。他一直在充吗？对，他一直在充。好、哦，谁要先？你要我帮你录吗？不用吗？都不用。要不要？不要。哇！怎样啊？我没有看到，卡到。试着转斜板，然后发现我的左脚后面会卡到。左脚后面，尾巴这边会卡到。那你本来就你就铲了一下才去卡它啊？对啊。你现在是铲了一下。哦。对啊。只滑一次吗？点的黑、欸，天黑啊！
我就说天变黑啊。没有到太软吧？也没有，我们除非练小转练到很厉害，需要跳蛮多很坚硬才会需要上升，不然的话可以一直维持这样。可是啊，我就在想哎、欸，有点真的有点想把他是不是该去送去打蜡？太用。啊，都不滑、啊。嗯。不然你有没有沾到雪、啊，婆婆？有没有充电？我不知道。他现在说他有一半的电。他又没有充电哦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在充。这样呢？
样的 mark 啊，应该有了。再来还要哔哔叫了？不会吧？哎，今天雪崩的地可能会钱比较多啊。还是一样，掉一块就是掉一块。好，去下个缆车站。滑下去了。有下来过，应该有吧？有啊有啊，这鞋鞋很多哎、欸。罩子，嗯，雪变大了。今天就会超级热。是啊。但是明天是普通大，后天是超级大。超级大。我不清楚。这样可以过去吗？前面雾雾的是雪还是雾的？
我脚太开了。很短啊，又爬又爬上来。西管山，拜拜。你的有一点哎、欸，这在脚胶啦，会不会淹到？你先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，这样。那我呢？你没有？真的没有。不过你的面罩什么的正面开始有积雪了。我们就贴，我开始累积正面的雪了。果然高级旅馆，这里志贺高原也是有喷枪的，你知道高原吗？还六只哎、欸，配有六只哎、欸，六只，这边三只，那边三只。对啊，它配有六只喷枪。哦，那喷枪出口吗？嗯，对。好像动力不够。有啦，也很，因为我这个这个厚的这个中间，我就是喷中间啊，有一块喷不掉。我也是有块喷不掉，所以我有用手吐吐看看它。就用它那个头吐吐。就是这里要转弯嘛。白茫茫一片，那个馒头是不会吗？那个神奈川还在吗？路口那边它有写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雪道上都没人哎、欸。应该没有封闭吧？总之还是要切过去，切切，这里切，从这里一个洞切切。要坐地才切哦、喔。啊？我们之前好像没有坐地切，我们很高就开始切了。不过这里看感觉雪迹很厚。从这里切怕会没速度，那就从上面切啊。
搞不好明天就要来这里做中雪练习。我们不能来了啊！对哈、哦，那明天就会去那个，我说那个，我们就不能来了啊。嗯，反正有中雪，昭和山也会有中雪，只怕它滑不够力。那里还是馒头区吧，看都看不清，眼睛看不到的馒头区，会不会反而我们就滑得过去？那你去滑，走啊！就是身体，那你明天就没机会咯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说要，我只是说，是眼睛看得到比较难滑，还是眼睛看不到比较难滑？眼睛看不到是高高低低也搞不清楚，会有点危险、啊，所以就会放弃它，就会喂，身体虚震。理论上是身体虚震就对了，实际上我们会身体僵硬。那我们从左边切雪就切下来了，还是那条路已经松松了？这条吗？那就是走左边了，然后右边就是那个被人家铲整过的右边。你要走左边还是右边？都好，走左边。南下的时候呢？已经3:15了，赶路回家了。那飞马你也不用滑啦，就是滑回家就差不多。其实我觉得我连路的边缘在哪都看不到。
过去。就去回去了吗？还是过桥？还是你要 family？ 不要了啦，就回去了，就回去怎么都看不见的 family 耶、欸。对啊，回去。我想要等等，我想要录一小段，就说我们回家的时候，等我。把它剪下来不就好了？剪下来，那还要你那影片好大哦。但是我身上学好多。雪大成这样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的 family 什么都看不见，远远有缆车。
这样你吸管还要再一次？还是不要？对啊，算了，算了啦。算了。跳很猛哎、欸，嗯，哇！所以我刚刚想要拍照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身上的血怎么拍都拍不干净了。对啊，没办法拍干净，我没有办法。对啊，这么多这么多，感觉一瞬间就一公分两公分。来，走吧，走，这个拍掉，然后看它。我觉得那个雪场。气象预报的那个网页，搞不好会写明天就说新雪有十公分之类的，好多、哦。如果椅子，我们才坐在这上面，他刚帮我们扫干净了。嗯。现在我们裤裆间已经那么多了。对啊。如果是台湾的话，就是下大雨。嗯。看不到路。对啊。不过我没有说要滑。只是说，我看超人山没这个问题，因为它两边都是。不过没有看不见路的问题，怎么可能雪就是云在下的？我现在也看不到。对呀、啊。真的没有？真的地球上没有吗？现在没有。我那边没有。没有。推进力都有问题，然后永远看不见路。先滑、啊。为什么你都要叫我在前面呢？让我先滑、啊。对啊，这样我有人可以。放来抓好，这样。不会了，这直滑就好了。但是我觉得。不要减速啊！不要减速。对啊，因为这滑雪是要减速。要快点冲！现在就开始冲！现在就开始冲、啊！你还是走前面好了。你低头看看你的脚。对啊，是不是不用减速？
也是啊。刚刚下二十分钟前下下来的，我的这里不知道怎么有一些黄色的东西在外面的里面，这里看不出来里面吧？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恶心，黄色的。啊，好脏啊！好痛！我看镜头。OK。哦，你有。我没有吗？你完全没有。我看一下你那边。确定吗？我是在看，看不出来你剩多少，好像剩63分钟。嗯不管你的洞，其实也是不要去动它。那要先拍啊，进去之前先拍掉。
们现在脸上有很夸张吗？有啊，你现在可以帮我拍一张脸，就脸全脸结冻的照片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就是我们滑回南馆门口外的时候。我那天看气象预报，他也说东京，也说东京也画了一个下来，你觉得东京有可能下来？压过了，可能就不是这个感觉。
着看着自己就摔倒。我有变苍蝇人吗？啊？我有变苍蝇人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你不是往前扑吗？就刚刚怎么倒？突然变慢倒了。嗯，就是卡，有点卡到脚。哎，看一下有没有血，可能有。我有扑，没有血，我有扑下去。哦，好啦，回家吧。好。回去的时候啊，就轮流踏，不然前进不了。真的？对啊，我就一直这样子，一直小碎步这样子，一路到那个缆车站，弄到这里。因为回去那一段真的太平了，痛痛的。刚刚有撞到这里，撞到，嗯，啪，跪下去。哦，跪下去。你回去看我影片，人是反过来的。啊？你竟然好久没表演的那个吗？没有，我没有抓地，但是就是反过来了，转过头。嗯，那就是哦，你另外一只脚被卡到了那一瞬间，要赶快抬起来。血太重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啊，就卡到了。应该是血太重。那有一些血有点重。蛮舒服的。所以现在是不是没下楼道？好像是裤子上面累积，没有累积这么快。对啊，现在就比较小了，刚那一波大的。从八方坐车到，就是用坐车的距离，它跟五龙多远啊？其实八方，我们不是去吃过那个山神食堂吗？嗯。山神食堂已经是偏八方的一个边边了嘛？嗯。再偏过去一点，就是五龙。对。灯炮 ，Echoland 就算它的腹地。Echoland 可能坐 Echoland 就可以去花五楼。怎么去？走路去啊？很远吗？可能两个巴士站。Echoland 下一站。我的猜测。但是我之前坐那个巡回巴士没有经过五楼吗？巡回不会过啊。哦。一号、二号、三号中有一个，有两个。我觉得天好像变亮，光天太黑，而且雪真的也变小。对，最后的那一阵已经过去。
其他地方西凤的地方其他重重椅都是抖一抖就没了，回去再抖，现在一直在累积。上面怎么感觉风是横着吹？对啊，滑起来都很安静，很舒服。
小心走哦，掉在地上啦，掉在那边地上，还有一种吗？在后面，不要掉到下面了。对，那我先拿吧。在这个下面呢、欸，你拿到，你走不过去啊！你用那个，你用杖去勾它，啊，勾，看可不可以？试试看。差点，欸，你刚打到我的杖，欸，你刚弄倒了，可以吗？过来了，过来了。欸，好棒！我知道怎么放这个雪板了，我把它勾进去了。哦。欸，这是换方法的。一下，看这样。你说他要，我本来以为两根，我不是，我觉得。起来一点，再放下去就好了。这样子，来抓他。鞋子嘛，你就说鞋子要放上去。你先不要拍我的头。好。有冰封的头的感觉吗？你要把你脖子那边外套的脖子拉下来。哎、欸，不用拉，好。你是多大？不用这么大了，不用这么大，拍不清楚的。远了就小了，好像看起来还好。没有，看起来没有那么 impact。你要，你也要啊！你头低一点。哦，这样。因为你还有缝缝当中也有。哦，那你要不要？我要。你是前面结冰。你也是啊。一二三，好，一张就好了。好。关。